当摄影师了。今天要弄什么呢？弄这叫做 GV3 你要注意一点哦。我们在使用上来讲，注意这个重量要平衡。那如果说你不平衡它的话，哈，这个拿掉的话，假设它会头太重。那么这是4K 的吗？那只3000，对，3000的头太重。那你如果想要再加那个遮光罩，记得就要用重一点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这是30公克，那么30公克过重，那没有关系，中华民国50元哈，哈，五路财神50元哈，粘上去就好了。希望它可以平哈、哦。似乎不太够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你这个50块下去之后呢，电力有效的可以呢续航到1个多钟头。那你不装这个大概是40-50分钟，因为它都在耗电。那平衡的话就不会了。那我估计是，啊、哦。10元加50元，完成一个很漂亮的平衡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东西呢，还是要试才知道。好看，10加50，好、哦。那现在丑丑的只是在实验，那、要漂亮很简单哈、哦。你吐口痰粘粘看啊，如果粘得上去，代表你要送医院了，你病重了。哦，吐痰是粘不上去了哈、哦，那你就是用热熔胶，好启动。用60块搞定哈，60块它就会形成一个很稳的啊状态。那么用热熔胶哈，那它会发麻，就是橡皮筋兜得不够紧，橡皮筋要兜得很紧的话哈，它才不会麻啊。现在有点麻哈，就是按摩棒那个感觉，大概是那个麻度啊。现在有按摩棒的感觉啊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把它加橡皮筋上去，加橡皮筋上去之后呢，把它弄得更紧一些哈，更紧一些。那 BOSS 的白宝袋会不会有橡皮筋呢？我想应该是会有的哟。哦，有，果然是有哈。这个黑色的橡皮筋呢，便当店没有哈，便当店的都彩色的。那黑色的呢，要到 BOSS 这边来跟我要哈。黑色看起来就专业了，好不好哈？昂是欧短班嘛哈。然后看一下这个配色哈，这个就是很经典的熊猫黑，搭配了姨妈红，哈哈，这很高贵的哈。好，是不是就不麻了？好，那你就找了个乐趣，按摩棒就帮不上你忙了，那它就不麻了。记得一定要绑紧。好，那为什么不用那个？它的那个 4 字形的铁架呢， 4 字形的铁架用上去的时候，就是换电池换记忆卡特别的麻烦。这个拉一拉3秒钟，用那 4 字形的铁架最少要30秒到1分钟的时间才有办法拆换。好，这就是告诉大家便利性的一个差异。好，那这样形成了一个 Action Cam。 好，那你要用 Sony 的模式呢，很简单哈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你要用手机把它调成那个模式，调成那个叫做Action Cam 的 Sony 模式，就会变这样子。好，你就可以上下左右拍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好，来这样动。哦，它会破水平。哦，它会破水平。啊、哦，然后往前。啊、哦，往后。它的各种角度都会变化。好，录这个教学跟大家分享，注意的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配重，最好是加。第二个，可以边充边用，好，录到你精尽人亡了，我告诉你。然后再来就是叫做这个叫 Cam Bra， 好 ，Cam Bra 是摄影机的 Bra， 不是女生的 Bra， 叫 Cam Bra。那 Cam Bra 有好几种，一种是穿在这边的，一种是穿在头壳小的，啊，另外一种是穿在这个地方的，啊，还有一种 Cam Bra 呢，刚刚拿的这一种哈，这种 Cam Bra 呢，它是把它解开，然后直接锁在这上面。哦，如果你放单边不舒服的人呢，我建议你买2台，哈、哦，一台摆这边，一台摆这边，身体就不会歪一边了。要买个 GoPro， 再买个 HK， 那就更屌了。走在路上你一定红的，我相信你也不敢这样走在路上了。哦，一边一颗呢，啊、让你的身体不会脊髓侧弯呢、啊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